没有相逢恨晚，因为一切都是缘，缘生缘起，缘起缘灭。别怪年轻，因为你曾经年轻过。别显老，总有一天你会老。世间所有一切拥有，都是虚空与假象，没有一件是永恒不变的。缘起性空，做哪行感恩哪行，做哪件事感恩哪件事，才是大智慧。很多时候事情发生了，并不是没有答案，没有结果，没有真相，是因为当事人都不愿低头，不肯承担，不相信因缘。不忘初心，方得始终。别有一点小成就，就忘了我是谁。无法无天，善济医社义务执行主席拿督司李卓顺发太平绅士与您分享。